想过自己成了那样。
在那个板子上面看到的、啊、那个 LABER 应该是我的母语名字，对，然后我是卢凯族，对，我是台东金峰乡嘉兰村70409号的卢凯族，住在门部落的西侧，啊，不是永久屋，是自己盖的，啊，以上，好，然后现在是升大三，目前在这边。暑假就打工，嗯，之前有参加一些比赛跟表演，就喜欢写歌跟帮别人写歌。那为什么是帮别人写歌？就是因为想要去感受不同的故事跟文字，还有一些情绪，嗯，所以我接下来会唱的所有歌都是自己写的，要不然就是跟别人一起。完成的作品，嗯，那刚刚那首歌叫《去向》，是一个朋友写的，他叫古阿里，对，他叫古雨禾，他写出来这首歌，嗯，那下一首是一个，嗯，一个人的故事，然后写歌词的他叫做巴查克，然后是一个军人的朋友，跟他很。心思很细腻，就可以写出很多很唯美的文字。我想哦，好，这首歌叫《天文气候色彩学》，在讲我们的一个，在讲他自己的故事。然后下一首歌叫《粉红色》，就是我们的共同朋友。那我先唱给你们听。红色是你，毫无保留灰色的自己。橘色是我，不能包装说要不安定。黄色是。就像太阳照亮着星星，绿色是我，草原拒绝着地心引力，蓝色是你，蓝白海洋跟风和日丽，紫色是我，幻想跟你一起被雨淋。当我心里。的香气躯壳空荡的像宇宙，你却不在乎的拥抱我。当我不喜欢自己的时候，越脆弱越希望被拯救，越倔强越渴望被你的温柔包裹。色是你，毫无保留挥洒了自己。橘色是我，不能包装说要不安定。红色是你，就像太阳照亮着星星。绿色是我，只能拒绝着鼻息淋漓。蓝色是你。海洋的风和日丽，紫色是我幻想跟你一起被雨淋、啊啊啊啊、当我心里复杂的想起越脆弱越希望被拯救，越倔强越渴望被
查克写的，你可以听歌词，我咬字咬的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懂我在唱什么东西吗？当我心里复杂的像气候，气候，好，这首歌叫《粉红色》，粉红色就是在指那个朋友，就是他是粉红色，你们可能也是粉红色。粉红色，对，就我们都有可能是其中一个。好，唱歌，拍手机，哦，好听话哦，好，安静。白色头纱，陆地一般洁净。缓慢步伐，向粉红色前进。那里是个什么地方？那里是个什么地方？让你沉溺。如果世界剩下一处风景，但愿是你走过的痕迹。不管是来是去，你都赋予它意义。不管是来是去，你都赋予它意义。粉红色是你，是喜怒哀乐交织的你。粉红色是你，关心逞强不服输的你。粉红色是你，拥抱不完美的自己。粉红色。懂得知足，热爱生命。
面到有多努力，才不会浪费力气。继续旋转，继续仰望，我会找到你。继续旋转，继续仰望。白色头纱如你一般洁净，缓慢步伐向粉红色前进。好，谢谢。这首歌叫粉红色 Pink。